兴冲冲地买了妈妈最爱的百合。爸爸准备在家张罗一桌好菜，庆贺妈妈终于能好好放松了。我还特意打印了好几条旅游路线，打算让妈妈把原来没去过的地方全玩一遍。可妈妈一言不发的冷漠，让我又悄悄收起了自己的小计划。对不起了，奶奶。我们到其他地方去玩。哦，走走走。媳妇儿，回来了。哎，我说，咱们今儿做点好吃的啊。挪开，玉芳啊，怎么样？手续办的顺利吧？就这么回事。哎，玉芳啊，退都退了，别想那么多了。哎，你看，这不也挺好的吗？啊？老公没出息，女儿没指望，好什么好？一菲啊，你看咱们普通人家踏踏实实平平啊，不是比什么都强，你就试试不是？有时看见妈妈无端端对爸爸发脾气，心里很难受，可爸爸依然劝慰我说，妈妈这辈子不容易，工作了30年，突然间与她全无联系，那张办公桌再不属于她自己，曾经的头衔被换到别人身上，此起彼伏的电话，喧哗的饭局和恭维，一夜间